美丽的女士，闪过来。你知道圆舞曲的意义吗？你说。只要音乐不停，不管分开多久，一开始遇到的人总能相遇。看来高总没少看言情小说。不信你看啊，我还是抓住了你的手。迎面的钟声也即将敲响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倒计时吧。九。新年快乐！你回来，我们逃走吧。怎么样？还好吧？你出来了，里面那儿怎么办呀？摩天又不是我家开的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你比较重要。李默，我通过考验了吗？可以转正了吗？真的？真的？你干嘛？宁波，这次我一定会紧紧抓住你的手，不让你溜走。都是还记得在摩天加班的时候你帮我揉耳朵吗？有了你之后我再也不耳鸣了。你确定不跟我一起起床？那你就再睡一会儿吧，小懒虫。